睁开你的眼睛，什么也别说，你的心中把一切都告诉了我，不是你不在意，不是你不想躲，是你无法拒绝爱的诱惑。是小宋说他父亲也听闻了一些林处长的事情。柯文呐、啊，你是明白人，也别给我装糊涂啊！刘副处长这次厅级考试拔了头筹，就算他林立没有给儿子办过这档子烂事儿，恐怕他也得下台。以后接他班的，非你莫属。别拿我开心啊，林处长栽培的可是你啊，我哪能比得上你这连续三年的老先进。算了吧，格文，我都快五十岁的人了，哪还有那么大的野心呢？啊，哎，现在啊，只求儿子今年能考上大学才是我真正的念想啊。今天晚上啊，我也就是给你交个信啊，我打算呢、啊、以后在你的手下好好的干啊。哎，哥，你要瞧得起我，就把这杯酒端起来，咱俩干的啊。好，为你儿子金榜题名，心想事成，来。有你这句话，我老马就知道该怎么做了。哎，干干干干！好。
我想你，我无时无刻都在想着你。我们不能再这样了，你让我走吧。为什么？你为什么总想离开我呢？告诉我到底在想什么。别走，别再用你的逃避再来折磨我了。小李呢？你刚出去，他就出去了。祈祷，你能自己回来，这是我在算时间呢。你听见我的祈祷了，对吗？是不是，小林？我不让你走，我不让你再离开我了，我要你留下来陪我，小林。
以后别再做这样的傻事了，好吗？我好怕你离开我，我不想让你走，我真的不想让你走。只要你不走，你说什么我都听你的。你答应我。我答应你，小林，小林，你不走了对吗？你不会再离开我了对不对？你不走了，不说了对吗，小林？子琪，我的照片呢？来，我带你去看照片。小林，你回去告诉杨哥文，我爱你，我要为你向他宣战。你看看，你看看照片，是不是很般配的一对？这张照片是你用电脑合成的？是。小林，你应该是我的，应该是我的妻子。你看看，你看看，谁敢说我们不是天生的一对？我爱你，相信我，丫头，我会给你幸福的，我会让你比任何女人都更幸福。不会再离开我了，对不对？我真的爱你，我爱好爱的。怎么了？还没睡，脑子想事睡不着，这么晚才回来，最近治安可不太好啊。知道了，我去取照片了。你上范子清哪儿去了？他打电话给我，说是把照片给我们赶出来了。我看看，门也大不大了？照着怎么样？可以的。
这下面看着很年轻啊。不错嘛，啊！哎，怎么样？挂这个位置怎么样？啊？挺好。哎，你去把榔头和钉子拿过来。这么晚了，明天再说吧。没事儿，没多大动静。去啊。小心一点啊，别把淘淘给吵醒了。没事。怎么样？这么？嗯。哎，这么看，咱们俩是郎才女貌啊。小丽，来，坐我身边来，我有事和你聊。累了一天了，我想洗个澡。坐嘛，聊完了再洗啊。你身的汗味儿，你要没有什么重要的事儿，明天再说吧。小丽，你猜我今天晚上跟谁喝酒去了？你绝对猜不着，是老马。林立的事情现在闹得满城风雨，这棵墙头草也稳不住了。什么意思？老马的眼儿亮得很。刘副处长马上要提副厅长了。这老马一看以前的靠山大势已去，恐怕就只有对老女人落井下石这一条路了。这些是是非非的事儿跟你有什么关系？乐观点说，我快熬出头来了。到时候估计会让我独挡一面的，再也不用看老女人的脸色行事了。这么说，你以后在家的时间会越来越少，你会越来越忙。哎，至少咱们的房子是大有希望了，你该高兴才是啊。你先睡吧，我去洗个澡。哎呀，目前只是可能啊。咱们自己的房子我已经想了很久了，我要给你一个宽敞舒适的家。是不是很般配的一对？这张照片是你用电脑合成的。你看看，谁敢说我们不是天生的一对？杨老师，刚才刘副处长接到一个电话，赶到厅里去了。什么事儿？是好事儿。任命。真的。真的。哎，太好了。
王医生，我看见了。你看见什么了？早上我在来医院的路上，我看到你上了一个男人的车。那个男人不是你的爱人吧？坐吧。不用了，我还有事儿，我马上就走。喏，这个是我爱人的手机号码。他同意和我谈了。他脾气犟得很，他死都不肯过来，他也不肯跟你打电话。是我好让你和他好好谈谈，毕竟我也不想这样子。我想要一个名副其实的丈夫。王医生，我走了。王医生，那个男人是你的相好吧？不，不是。王医生，我们都是女人，你也不用再在我面前遮遮掩掩了。我现在非常理解你的感受，我们是一样的人。好了，我走了，再见。我突然觉得自己很可笑，居然会以这种形式得到一个病人的理解和认同。可是我也不得不承认，作为女人，我们面临类似的问题。我强烈期望能治愈张英奇的心理障碍，似乎治愈了他，自己也就有了希望。请进。王医生，我刚才看见他从这儿走出去了。快进来坐吧。你不想让你的爱人知道你来这里？是的。没问题，我会尊重你的意见。王医生，你凭什么认为我有病？范子庆，你是不是疯了？这要是让小李的丈夫看见，还不得闹出事儿来？你看我跟小李，是不是比他跟他那位更般配呢？般配又怎么样？再般配，小李也是他明媒正娶的老婆。正好你这会儿跑过来跟我捣乱的是吧？算了算了，你不爱听大实话就算了。范老板，我今天来是来告诉你，我辞职了。你真辞职了？那还能有假吗？你以为我跟你说着玩呢？这有什么意思啊？这是我投资的资金啊，怎么样，够有诚意了吧？我想知道，到底是什么原因使你们的夫妻生活彻底变了样？那他是怎么跟你说的？他没有说。他不说，你就来问我。王医生，这不是我不配合你治疗，可是你问这事儿，要是他不说，我也没有什么好说的。我希望你能明白，这件事情不光是为了你的爱人，也是为了你，为了你的家庭。别说了，王医生，有病的是我老婆，不是我。我是相信你，我才说服他来看病，把他交给你。我也相信你，这件事情说不说，你都能把他的病治好。好了，我今天还有一个应酬，我们改天再谈。我先走了。再见。再见。王医生。
现在有时间啦？正好，今天来上班了。我今天来就是为了以后不用上班的。又在说什么疯话？不是疯话，小李，我已经辞职了。辞职？为什么？哎，你是真忘了还是装着想不起来啊？我不是跟你说过了吗？我要跟范子庆合开影楼啊。我以为那只是你心血来潮的想法，我还没跟范子庆说呢。不用麻烦你了，我已经跟他说过了，而且他也答应了。咦，这个小娃娃真好玩，喜欢的拿去吧。要不晚上你到我家吃饭吧。不去了，伯母在家，我可不敢打扰他老人家。哎，你们两个人这么陪来陪去的，也太浪费资源了吧？有没有人今天晚上愿意主动申请来陪我的呀？你这个独行侠，让月亮陪你吧。有本事你把月亮摘下来呀。那我还怕委屈了月亮呢。哎，正好啊。好歹咱们也是合作者啊，你怎么能对共同的合作者这种态度呢？我是看在小李的面子上才跟你合作的。再说了，谁说跟你合作就得对你百依百顺了？我也是看在小李的面子上才跟你合作的。啊，好，既然看在小李的面子，那我就不跟你这种小女人斤斤计较了。我对你也可以做到百依百顺啊。好了，少说两句吧，小心开车。你是故意打击报复是不是？这就算是打击报复啊？那你就不怕以后我在咱们共同经营的事业上对你真正的进行打击报复啊？你等着瞧。你们再聊一会儿吧，我该回家了。你等等，有什么话你说吧。我不要你说。你们俩有什么事在这说吧，我要先下去了，我还想逛逛呢。正好，拜拜。我也该走了。我不要你走，我实在是太想你了。子庆，子庆，谢谢。嗯，辣的。爷爷给你一个。哎，快看快看，那米老鼠。啊。妈，我忘了买菜了。小李，最近你们医院是不是事儿特别多呀？总丢三落四的。不说好了你买菜回来吗？不要紧，咱们就煮点面条吃算了。葛文来电话说，他今天不回来吃饭。你们年轻人都忙，爷爷快来电视，快来电视，该忙什么就忙什么去吧。来，再吃。怎么了，小宝贝儿？妈妈，我有心事。你有什么心事啊？说给妈妈听听。妈妈，你会和爸爸离婚吗？你的小脑袋瓜子里都想些什么呀？爸爸妈妈会永远在一起，陪着淘淘，照顾淘淘。那今天奶奶说你晚上老出去就会跟爸爸离婚。不会的，妈妈以后不出去了，
奶奶还问我知不知道一晚上出去跟谁在一起、啊、那你是怎么说的？我说不知道，奶奶还让我多注意一点，回家偷偷告诉她。妈妈，那会不会有一天你和爸爸像姥姥一样死掉了，烧成灰放到小盒子里？会。那个时候淘淘已经长大了，不再需要爸爸妈妈的照顾了。要是我想让你们永远陪着我，是不是你们就不会死掉了？我的小宝贝，别再玩了，你都快把妈妈的眼泪喂起来了。乖孩子，我们换衣服准备睡觉好不好？嗯，转过去。秦女士的故事告诉我们，其实人生总会有遗憾，关键的是你该如何选择，是服从生活，还是听从内心的召唤。听众朋友，今天的真心夜话到这里就结束了，祝您晚安，我们明天再见。抽烟你啊！你想什么呢？王小李，你照照，你看你现在都成了什么样子了？你照照镜子，啊？你还像个母亲吗？啊？你还像良家妇女吗？你还像个孩子的母亲吗？你怎么了？你想要什么？你告诉我，你到底想要什么？抽起烟来了。我让你亲我。王小李，你亲我，你亲我。你干什么？亲我。王小李，我没疯，我只让你做一个丈夫应该做的事情，让我知道
我自己还有一个丈夫，我怎么就疯了？你亲我！怎么了？我偷亲你了？你哭什么？啊？这不是我想要的车。那你到底想要什么样的车？上车吧，我送你们。你不是在躲着我吧？我为什么要躲着你？我要送桃桃上学，然后去上班。我没有闲情跟你捉迷藏。你今天是怎么了？你怎么像变了一个人一样啊？你怎么在这儿啊？你这话问的可真奇怪。我是这儿半个主人，我为什么不能在这儿？我也就应了小李一声，答应让你上这儿来，你还真顺着杆子往上爬呀？真拿自个儿当这主人了？你什么意思啊？我可是认真的，我连辞职报告都交上去了。辞不辞职是你的事儿，我又没逼你。难不成这事你也让我负责啊？范子清，你怎么回事啊？你昨天还有说有笑好好的，今天怎么跟吃了火药一样？关你什么事儿？我知道了，看你这副德行啊，肯定是在王小李那儿受了气，回来拿我撒气儿。谁愿意拿你撒气啊？谁让你上这儿来的呢？你自找的。自找？我自找？对对对，我是自找的。我以后要是再干这种自找的事，我就从楼上跳下去。你住三层是吧？你要真想跳下去，我陪你上二十层。从二十层上跳下去，我保证你摔得像个烂西红柿一样。你欠揍是不是？我凭什么欠你揍？因为你有病。对，我有病，我妄想症。我有妄想症，我妄想症，我是幻想症，你是虐待狂，他们俩彼此彼此的。在你爱人到了治疗的关键时候，我希望你能好好想想，放下心理包袱。
不，我没有说你有病，你是病人，我是希望你能好好的配合我。好，你先想一想，我等你的电话。喂，什么？我知道了，马上过来。为什么这么做？别再给我发短信了，我这边有急事儿。不，我不能见你。虽说伤口不深，亏得救得及时啊，要不然会因失血过多，会有生命危险的。啊，谢谢您，应该的。他是不是失恋了？因为在做手术的时候，他一直在叫着一个名字。嗨，我们几乎每天都在收这样的轻生的年轻人。我们虽然缝合了他身上的伤口，可心理上的伤口是最难愈合的。你抽时间多陪陪他，以免他再复发。估计两三个小时以后，他就会醒过来。你先去把手续一办。也可以休息一下，谢谢您。哎，你怎么会在这儿？我想你，我想见你。子清，你让我怎么说你才能明白？正好现在躺在里面，刚刚从死亡的边缘被拉回来。你不想最后我也落得跟他一样的结局吧？你永远不会的，受伤的只可能是我。我先去交费了。现在忙完了吧？可以把时间交给我了吧？子清，我只想让你单独陪我待一会儿。我必须守着这个。小平，我求你了，一会儿就一会儿吗？别闹了好不好？我们都不是小孩子，正好现在在里面情况还不稳定，我怎么可能跟你走？放开我，别让我在人前难看。为什么你就不肯给我一点时间呢？如果你愿意在身边看护的话，我宁愿现在躺在急救室的人是我。我求你了，别再给我添乱了，好不好？小李，你就那么讨厌我吗？Thank you.
上上上。